比如说很习惯这种身体对抗之后的这种上篮啊，对。黄硕又有机会，但是没有投三分。林书豪第一脚，哦呦，陈英俊这球已经封到脸上了，护底线。刘峰博这球被识破了啊，因为刘峰博在那个地方站太久了，林书豪已经等得很久了。好球，好传，好传，好传！哎呦，这一球就看到林书豪的这个视野啊，这种感觉。再来，书豪，哎呦，连着两个啊！书豪急停的中投又进了，厉害，真是厉害！所以现在他很多时候会选择急停中投，就是这种。哎呦，林书豪今天，林书豪今天第一节就防不住啊！再给底角甩一个，这球投的有点难呀。现在感觉，哇，书豪这个推进速度很快啊，直接一条龙。棒，林书豪很习惯这种身体对抗之后的这种上篮啊。对，亚旅李源动力，2009年打到了这个第五名，是最好的战绩。书豪绕掩护，面对尼克尔森传到底角，底角又有空位，这两个底角今天漏多少了呀？对，这是一个机会，如果你让。搞到半场阵地战啊，完了啊，这身高差太大了。如果换个人就被过了，如果有持球攻能力就哎呦，又是篮下打进。现在主场球迷可以多给哎，这个失误太低级了。不应该，真不应该。你要把他拉出来。现在三分球一共进了四个，17投4中，没关系，把剩下的比赛打好，起码为下一轮的这个保持强度啊，保持强度。所以防守要讲重点。哎，小心书豪，哎呦，书豪没投进是真没办法。真没招，没招，没招，没招。